vlog 了。对啊。那我现在来的医院呢，叫嘉惠国际医疗，我来陪潘总看个咳嗽。对，有人说咳嗽为啥要来医院？不花钱啊，反正保险能报掉，外加咳了两个月了，总该来，咳了两个星期了，不是两个月，总该来看一看了。一楼啊，到一楼是可以的呀。你摁了吗？好、哦，那个来了来了来了。应该到接待中心，我挂的是门诊。你挂过了是吧？就是打电话挂的。应该去门诊。这个医院一如既往的没有人。走错了吧？对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自从带了董天天去看过一次私立医院，去核心之后，就再也不去公立医院，因为完全不用排队，没有人。这种外资医院的医生也很靠谱，服务也很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看完了，总共是1600块钱，然后保险公司支付的，就是你看完病之后只要签一个字儿，一切就都解决了，所以。这就是有这种保险的好处。然后有人问这保险多少钱啊，具体到我们这个 case 的话，潘总是20000块钱一年，你就这么想吧，相当于是一个保险公司给你买的医院 VIP 卡，有啥小毛病就经常来看看，要真的遇到什么大毛病的话，那大几千万的那个保叫什么医疗费用你也不用担心，也不会因病致贫，这就是保险的好处。好了，那这一期的 vlog 就到这里咯。